商業咧就係公布依一個四強嘅時候啦嚇。好，麻煩你嘅工作人員拎到出嚟啦嚇。好，呢一刻就係玩淘汰嘅，因為將會有兩位嘅 U Star Boy。兩位嘅 U-Star Girl 將會進入我哋嘅四強啊！兩男兩女，即係話其中咧有啲嘅朋友仔咧將會被 out 噶嚇。好啦，嚟啦，緊張啦，等我揭揭先啊！邊個啊？不如咁啦 ，Paco， 我哋先嚟公布一位女孩子、一位男孩子先好唔好啊？女仔进入的是二号嘉欣，二号嘉欣向前一步，唔该。另外一位嘅男孩子能够进入的是十二号 Alfred， 十二号 Alfred， 有请你都向前一步，恭喜晒！哇，即刻有花收啊，未赢已经有花收啦吓。好，跟住落嚟，女孩子。六号嘅 Karen， 六号 Karen， 最后一位进入四强嘅，我哋要为 U Star Boy， 十九号 Darren， 十九号 Darren， 唔该晒 ，Thank you， 我哋先请我哋呢四强嘅朋友咧企埋一齐先好唔好啊？唔该，有啲有请我哋其余咁多位 U Star 咧可以先到后台嗰度休息一下，唔该晒。有俾掌声 ，Paco， 多谢晒 ，Paco 可以先到台下嘅位置嗰度先就坐先好嘛，唔该晒，麻烦啲同事带带 Paco 咧翻翻到自己嘅位置啊吓，好啦，四强咧就喺晒度啦。